长版的老金下厨，现在换老金要为我们做紫菜包饭哦。不要说就是我不会做，我也会做。好。现在你要做的是什么口味？我要做的是那个五花肉的，然后他现在做的是泡菜的版本。其实五花肉的我好像没有吃过，没有吃过哦，就是所以现在是创意版。对对对对。弟弟的那个手法有够熟练，你在暗示我？我没有什么意思，我没有什么意思。弟弟把那个太长的菜叶，他就折一半，折进去就不会凸出来太多，没有的折起来。对，这个是算剥皮辣椒吗？哦，但是剥皮辣椒是已经腌过啊，但是这个是没有腌过的。生辣椒，生辣椒，然后直接跟那个辣椒酱。嗯，然后这个是蒜片，蒜片。因为五花肉真的很配蒜，它现在用的这个是炒过的泡菜，所以颜色有没有跟这个没有炒过的泡菜就长不一样，有没有？炒过的泡菜因为比较香，我要只能卷起来了。哎哎，其实跟我差不多嘛，有没有？我女儿也在笑啊。然后呢，我稍微滑稽一下，这样子，这样比较紧一点，是不是？对，等一下切就知道会不会散掉哦。好，啊，他叫你自己切，我拍拍，没有要帮你的意思。啊，就这样子好了。不是，我觉得这个很好吃的感觉哦，五花肉的，你的好好吃的感觉哦。